那接下来呢，听说我们这一次毕业生有一个创作产品，是吗？哎，你好。那我想啊，学生在目前台湾受教育呢，一直强调要搞创意哈。那你有创新的东西，不管在科技、在文创上面哦，只要你有创新、有创意，贴近市场、贴近人民的需要，都可以获得相对的掌声跟回馈哈。这是我想大家要这样的概念，你怎么样在听到市场的声音？来，同学们，告诉我，你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好，就是这一句话。我从我进到南台以来，我就看到很多智能学生身上背负着这一句话，在校内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看得非常的感动。这代表一种精神，这代表一种信念，是就是这样一个信念跟这样一个精神，让我相信。